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中央回应稽捷问题，希望交通部多沟通，而交通部希望地方加强开发土地来挹注财源，改善财政。基隆市长谢国梁在媒体询问下也做出回应。我们非常感谢行政院陈建仁院长对于基隆捷运的关心，也提出了一些建言，我们对于他对基隆的关注表示感谢。那中央有提到，包括交通部沿线开发的土地利益的相关问题，我认为可以由中央来主导捷运的建设跟开发，同时间也由中央来主导周边的这些沿站的一些开发计划。我觉得都让中央来做，包括这些沿线开发的资源也归给中央，我觉得市政府也愿意这么做。总之，我们希望中央要想具体的办法，减低基隆市府对于基隆捷运一案的负担。目前的数字实在是太过于庞大，基隆市政府在财务上需要中央更多的协助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